啊，那就碎了。不对啊，那味道从哪里出来？哎，居然有鸭嗓哎！这个不贵，这两百八十三，这个不贵。嘿，我们刚刚吃的那个、哦，更有味道的。哦。哎，我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牛舌饼？你也逛太快了吧？你给人家逛完了。你先逛一圈，快速逛一圈。味道从哪里出来的？